印度选手斯里坎斯刚刚获得了印度赛的冠军，啊，应该说是，状态呢正是好的时候啊。在印度观众的加油呐喊助威声中，啊，战胜了丹麦小将阿萨尔森，勇夺印度赛的冠军，这也是职业生涯第二个超级赛的冠军了。去年斯里坎斯的成名就是在我们的这个中国赛啊，一鸣惊人。中国赛决赛呢，竟然战胜了林丹，拿到了第一个超级赛冠军。应该说，这个一鸣惊人啊，这个惊的就比较大了，战胜林丹。那么又拿了印度赛，目前的这个排名不断的攀升啊，已经成为了世界前十当中一个主要的。很有竞争力的一个人物。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目前的排名升到第四，啊，陈龙、约根森、林丹，林丹升到第三，啊，然后就是斯里坎斯。而我们看到的田厚威，世界排名第十五位，中国小将啊，现在也不算年轻了，1992年的选手。斯里坎斯呢更加小一些，斯里坎斯是1993年的选手，这也是很年轻啊，93年的小将就能升到世界第四位，而且勇夺超级赛的冠军，确实看出来潜力还是很大的。这场比赛呢，我们预计啊，两个人恐怕都很难轻松获胜吧。嗯，应该是很焦灼、很难缠的比赛啊。两年前我第一次看这个斯里坎斯的这个比赛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一个典型的这种南亚选手的这种一种身材啊。嗯。这个腿比较长，身材比较高，但是整个在场上的移动呢，感觉有点怪怪的，但是打起来还是挺有灵性。对，啊，这两年确实上升得很快。啊，这两名选手是没有交锋过，本场比赛呢又是一场遭遇战，大家都是没有任何的了解，只能是通过看一些录像，看一些画面啊，来进行分析。跳杀了，哇，哦，这杀的非常的有力啊，一点防守都没有，下地也下不去，直接杀的落点啊也非常尖。正手背大力劈杀，田厚威呢和大师哥林丹一样的啊，大家看也是一位左手将，嗯，也都是来自福建，嗯，这个成绩也是不错的，近两年也曾经是战胜过林丹，是啊，他还战胜过李宗伟，当年也是爆冷啊，也是一鸣惊人，但是92年的选手啊，真的这个岁数啊也不算小了，应该到了要出成绩的时候了，所以能不能再上一个台阶啊，就要看这两年，如果说里约奥运会还不能当这个大主力的话，那么下一个奥运周期你就必须要能站出来了。斯里坎斯有非常好的爆发力啊，非常好的这个杀球进攻，这田厚威的球啊，大家看这球这个质量真差啊，给这种球给到斯里坎斯，现在就是一板这个暴扣啊。现在打的还是不太严谨吧，还更加严谨一些，两个人还在试探。
战阶段，这场的遭遇战也杀球，好的，漂亮，杀上网了。Service over, 5-3。这次男单呢，我们也是强势出击啊！啊，陈龙、林丹都已经是进了八强了，就看看田厚威能不能也杀进八强。嚯！还有这个王征明啊，也进了八强。哇，薛松也进了八强。来一个。这样。的话，上半区四分之一决赛的形势已经明朗化了啊，陈龙来面对日本小将桃田贤斗，然后呢就是这个薛松来面对王征明队内比赛，这两场胜者来进入半决赛。这个下半区林丹呢就等待本场的胜者了啊，看看是不是林丹来面对田厚威，或者呢来面对斯里坎斯。然后中国香港的卫南和印度尼西亚的选手的比赛还没有结束。约根森是战胜了田仁贤一啊，这两场的胜者就是约根森来面对那场的胜者。那么下半区呢也极有可能出现林丹来面对约根森。田厚威逐渐的进入防守，哎呦，这个没办法，运气球。6-5。逐渐的这个防守啊，已经开始提升了。现在看看用什么样的办法啊，不让斯里坎斯的这个非常疯狂的进攻啊能够持续，越打越疯，一定要给他压住这个火力。这一板质量相当高啊。田厚威左手将啊头顶。再看一下，通过轻放小球的这样一个变化，给自己带来杀球机会。7-6，都是想抢的进攻啊！双方实际上一有机会呢，都是很积极。这一站的比赛啊，我们估计啊，林丹呢是真的要全力一搏，为自己证明了自己本年度参加的两项大赛都是输了球。上一站呢，更是输给了这个实力应该说呢还没有进超一流的啊小苏吉亚托。这个球丝线呢很犹豫。丝线走神了啊，这个是哎是要挑战吗？这个判罚要挑的话也是对方挑。啊，他可能是
丝线两个手势，可能是主裁判在这个分数的显示上错误了。嗯，对了，现在对，小心对方的防守。现在对斯里坎斯的控制，哎，清掉，控制的不错啊。对，尽量不给他起到很舒服的这种球路。糟糕，还好，防守不错。斯里坎斯也非常大，你看他这个球也是，哇，这个反拍呀，很吓人啊！哦，这个男单啊，打出了一个很恐怖的一个多拍。7-9。这个田厚威啊，也参加了前不久瑞士赛，这第二轮就输给了日本老将佐佐木翔，确实也不太稳定。我看斯里坎斯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啊，这一点呢，田厚威看在眼里，自己心里也很有数。那尽管几个超级多拍，我们看斯里坎斯，哎呦，质量很高。这一分，斯里坎斯就没有要啊，这分。嗯。这来了一个判断失误啊。在尽管，超级多拍的时候呢，斯里坎斯拿分了，但是一看这个分数啊，他还是比分落后，丢分也相当快。漂亮，这个球不应该。嗯，前面这两个强力的扣杀都防得非常漂亮，这一下这个你看反拍的一个过度反而大意了。这就斯里坎斯了，刚才一个下地啊，防的已经不错了，但这球再勉强的在网上大家看啊，再来做这样的小球，这肯定是不理想的，这球可能只有挑高了。田厚威全英赛呢是第二轮输给林丹。其实啊，从去年的下半年到今年啊，田厚威
超级赛的这个表现不尽如人意。中国香港赛第一轮就输给这个张维峰了，这都是马来西亚的二流选手了。里卡斯失误偏多，对，所以田厚威呢还是保持着比分的领先。斯里坎斯没有太好的机会来杀球，这个威胁性啊减小了一大半。又是一板失误，这样打的话田厚威心里就比较有底了。对，他这个开局刚开局前面的几个回合的强力的进攻啊，在这段时间已经不见了，他的大力的扣杀可能达到的效果也不是很好，体力消耗也比较大，他也是在求变，但是要再打控制起来，你看确实就会出现一点点小的失误，反而被田厚威会抓住很多机会。17-12，田厚威是领先的比较多了啊，争取先把第一局拿下。还是不打，这种的这个拉锯战啊，实际对斯里坎斯还是不利。没有那板杀球，斯里坎斯整个威胁性要小了不少。但是田厚威跟田厚威的这个控制有关系啊，并不是斯里坎斯完全的不想下手。对 ，19对。这样的第一局田厚威获胜的把握就比较大了。这时候丢掉一分都无碍大局，这个第一局比赛确实是拉得很开了。14-19。田厚威示意啊，要擦一下地板，不知道裁判有没有给。Thank you。裁判刚才摆了一下手。Play。真作为。这球打的有点。放弃了，对，第一局已经是有点随意了啊。
第一局不要了。斯里坎斯准备全力以赴打好第二局。哦，这个扑救很漂亮啊。这样呢，斯里坎斯放小球不过，这样第一局结束，21-14，田厚威是比较顺利的拿下第一局。但是我们想，这个第二局比赛啊，斯里坎斯应该会有一个强势的一个反击吧，看看怎么样啊。稍后来看一下两人第二局比赛。人生不是在于怎样去过，而是懂得怎样过得精彩，懂得创造非凡，欣赏过中不平凡。轩尼诗原创 EXO， 越欣赏越懂欣赏。让我看看美好瞬间，一手导演第7200新登场。肯德基推出新菜单，肯德基汉堡全新升级了，香浓燕麦撒在松软汉堡上。经典汉堡美味新升级，全新燕麦汉堡系列。牛好长，大有不同。让我看看美好瞬间，一手导演第7200新登场。那么中国选手田厚威和印度选手斯里坎斯第二局比赛现在开始了。第一局是田厚威大比分战胜了斯里坎斯。Service over. One low.作为田厚威来讲，第一局打法上应该说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现在对对方的这个更加强势的进攻要做好准备。另外呢就是要注意控制落点，不给对方很好的杀球机会。开局的这几分呢把握好啊，确实不应该给斯里坎斯太多的机会。斯里坎斯一般惯于在开局先声夺人啊，这个如果比分被他突然拉得很大的话就困难一些。现在1-1，这开局很重要啊。这时候打的是比耐心的
球了。现在呢，谁都不轻易下手。看看谁的啊，球在相持当中，在拉吊当中质量更高。啊，田浩威这个球非常稳啊，每一板球身体到位率很高啊，处理的也不错。嗯，漂亮。嗯，非常好啊，这球打得非常漂亮。这个多拍啊很精彩，而且田浩威每一板球处理的都很到位，对，就是给人一种这个一切尽在掌握的感觉，不急不躁，啊，完全节奏都在我手上。这当中呢，有任何一板如果球的质量不高的话，斯里坎斯就把这个势啊给转过来了，但是呢，田浩威一直是牢牢掌控。哦，看来那边的这个丝线这碗杀的还是，有质量啊！斯里坎斯在第二局呢，还确实是啊，爆发了。这个跟第一局后半段完全不一样了。这刚刚啊，斯里坎斯又是先输一局，连扳两局，在上周末的印度赛啊，战胜了阿塞尔森。对这个先输一局，连扳两局很有心得吗？田后卫这段可能也是出现了一个体能的撞墙期，尽快的调整吧。另外，这个好像脚底下总是打滑，是应该再擦擦地板呢，还是怎么？是脚底下有时候一般运动员会踩一点粉啊什么的。在移动的时候看已经啊滑过几次了。第二局还是非常的焦灼，7-5，斯里坎斯仅仅领先2分。哇，这种分数不能这么丢啊！发球失误啊！啊，一定要立足于第二局拿下。好，斯里坎斯又一个出界，咬住比分，对方的压力呢会越来越大。
哎，有点急啊，这个。对。这个球啊，比较明显。田厚威刚才呢挑战成功了啊，这回呢又挑战。嗯，借挑战来缓解一下也可以。对，我们看到很多的运动队啊，打完比赛呢，没有比赛呢，也在场边啊来关注队友。日本队刚才呢看到了。出的也不多，嗯，但是还是出了，这挑战权呢就失去了啊，失去了一个。9-6，不能再拉开了。起来，好球。好的，好的，注意接杀。嗯，对方呢是，斯蒂凯斯这两个球好像是有点保守啊，只有两次机会是可以发力的，但他。也是选择了这个控制。又是一板重杀，正手背大力杀直线。这球给的不到位，给这样的球啊要特别小心。但是田厚威呢，从打法上，从能力上，我们感觉啊，要想登顶的话，他还是有很多要解决的问题。不管是杀球的质量啊，防守的能力，所以你看他现在呢，还不能够说。有哪一部分选手我是稳赢的啊？这个输的对手啊，乱七八糟，这个排名多少都有，排名比自己低的也有。这球判了一个界内，估计啊，斯蒂凯斯也不会挑战了啊。这球可能是看得很清楚。这么多，这球你也不要啊？他后退的慢了一点，要也很勉强。现在关键的一分，看能不能扳平。没有给对方机会，啊，调底线的球很到位，对方还是没有杀。哎呦，真够耐心啊！嗯，斯蒂凯斯也很稳啊，很多机会你看都是选择不杀，漂亮！这球把斯蒂凯斯给磨死了，嗯，结果呢自己终于是利用斯蒂凯斯回球不到位，拖了一板，你不杀我杀。嗯，不跟你磨。这斯蒂凯斯啊，要胜这个中国队，确实还是要费一番力气。
尽管去年是胜了林丹，但是呢，那个时候谁也没有注意他。接内吗？这样，斯蒂坎斯11-10，第二局是领先结束前半局，啊，不过这个优势啊，非常的小。田厚威来自福建的福州，天生就问他，你是这个后天就专门用左手打球啊，还是先天就是一个左撇子？他说我本身就是一个这个左撇子啊，而且呢，小时候练的时候，教练啊还一度坚持让他用这个右手来打球，打了没几天呢，自己不由自主又改过来了，后来就一直还是坚持用了左手，要不然我们现在少了一个左手将啊，改用右手能不能打出来还得打一个问号。现在比赛到了下半局关键，哎，好球，这种啊，在网上来搓小球，然后呢等待机会扑网，这板球中国队还是打得非常好的，11-11，要杀了，哎呦，这板杀的是比较离谱，有点急躁到了啊，这个连接杀队员都够不着啊，因为偏的太多了。哟，这是这个教练指点了什么让斯蒂肯斯上来两个这个失误啊，这个短暂的间歇回来之后怎么突然短路了，看看啊，看我们从比赛当中来看一下印度教练要求的是什么呢，没有太看出来，14-11，田厚威形势相当好啊，就是要两局拿下啊，杀了，再杀，对，正手这个防守田厚威已经做好准备了，哎，又滑这个地方，哦，这个区域，对，这后面这两步他就很小心了，往上步的时候，这一分，哎呀，刚才滑那一下，这个可能还是有一点点问题。对，这个
马上心里面会产生一种紧张的情绪啊，有影响，也是非常害怕受伤的。有影响，这个球影响非常大。嗯。哎，我们在这个。球场这块地板上感觉有缝儿，那种感觉是什么情况啊？是光线的原因还是什么原因，或者是有这球犹豫了。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邻里大战嘛，林丹和李宗伟那是多次要转换的，攻防转换要进行好几次。相差着三分，直接往下杀，失误了。嗯，曾秀伟斯里坎斯也是看到了田厚威的这个右上角这个往前的这个区域的一个弱点啊，所以他还是老是想把球打到这个位置。田厚威可能就刚才讲地板滑也是一个问题，再一个他的持拍手的同侧的脚啊，上部的这一下可能多多少少也有一点点问题啊，就这个脚。嗯，斯里坎现在都把球老是想往这边打，这时候田厚威呢一定要咬牙坚持住啊，对方是锲而不舍在后面紧追。这个眉头紧锁啊，和上周这感觉完全不一样。上周印度羽毛球也迎来了一个辉煌啊，第一次，历史上第一次的一项大赛，男女单都拿下。关键的一分啊，回搓小球，杀球。田厚威真耐心啊，田厚威，哎呦，接杀不错，反击，嗯，这也没办法了。刚才斯里坎斯这版防守质量也相当高。就这版球啊。由被动转主动，
战况呢甚为激烈。目前还有两分差距，这个比分也是很危险的一个比分啊，很难讲，非常微妙的一个时期啊。打法上呢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还是坚持自己打法，做到足够的耐心，减少失误，要很好的这个判断。哎呦，真是，球在空中，没有过头顶的情况下，这球也是下降速度很快。斯里坎斯看似没有发力，但手腕上的这个感觉很好，对，动作很隐蔽，是球速很快，轻轻一点，漂亮。对，打关键分的时候要敢于突然的起板突击。用这样的一板球来得分，多长时间没有打了啊？这，突然在头顶一板大对角的一个劈杀呀，对方没有防范，将保持两分的领先。这个球稍稍有点着急，斯里坎斯防守也不错，但是你看，因为这个球毕竟已经都是倒地接球了，效果不是很理想。现在比赛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哎，变形了动作。哇，这个偏出了双打线很多呀。很关键的一分，影响了士气啊。这到了19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坎儿，太想得分了。斯里坎斯还是年轻啊，93年的一员小将，尽管是这个大胡子啊，但是呢是一员小将。只要能拿到20，这比赛基本上就不管怎么打都打不死。这版拍数没给我们显示啊，但这多拍40-50可能有了。好，这样呢，中国选手小将田厚威就战胜了新科的印度赛冠军斯里坎斯，也杀进到了8强。我们也是祝贺中国羽毛球队在男单这个项目当中啊是全线飘红。这样呢，
田浩威下一轮比赛将和林丹来争夺四强席位。